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的，想送他最后一程，然后也是特意带小孩过来，就是希望他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。 袁隆平先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敬重的人，我们不管再大的雨都要过来。昨天跟他讲，他说不认识，然后我就跟他讲了，我说那个这就是你们应该追的明星，对，然后就跟他讲了很多。今天他说让我带他过来。 我们就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过来的，因为我们能吃饱饭，像我们这个40-50岁的年龄了，能吃饱饭很不容易。我觉得，就是听到那个袁隆平院士逝世以后，我们就觉得心里很难受，就自己想过来尽一点心意而已。